好，各位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打徽章的关卡。那现在就开始，从这边点进去，这边有一个惊叹号的，代表就是你有这个任务还没解。好，我们点进去，来让各位看一下，它这边一开始就是一样，哦，像爬楼梯一样。这样子可以打关卡，是吧？先跟各位报告一点，就是说，这个打关卡呢，打到了这个东西，又要去哪里换东西？从这边，从这边点进去，这边。然后倒数第三个，啊，这边有很多很多很琳琅满目的，你只要完成收集到，你就可以换你想要的，啊。那它装备，因为目前韩版它是开放到三阶，所以它是随机跳的，所以你抽到一阶、二阶、三阶的可能性都是有的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打一场，给各位看。然后我按左边这一颗，左边这一颗是连续，右边这一颗是打一场而已。我按左边这一颗，因为前面的怪哈，就算是比较弱一点，所以我当然一发就能把他们打爆。先录制三场给各位看就好。解说到此完毕。